瓜子们听得出来这是什么歌吗？再请我们来办一个小小的有奖问答，这边前面先让你们试四首，那么这首歌的歌名你们有猜到了吗？没错，歌名这是可不可以？你有猜出来了吗？还有几题你们可以在心里猜一下，前面几题会给出答案，再来才是有奖问答哟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来猜下一首。你们心里有答了吗？没错，歌名就是起风了。这次你有猜对吗？那么这首呢？我知道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，跟我来。没错，歌名是暖暖。那么这首你们知道吗？没错的啦，就是我期待的不是雪。好了，那么有奖征答活动开始，这边先一按个暂停。Thank you.
帮。线上双人组合着出道。你这样对我，你一点都不心疼吗？跑得完全没有默契，谢谢。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。